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着一座美丽又巨大的城堡，居住着慈祥的国王与高贵的皇后，两人携手相伴，共度了许多快乐时光。某一天，他们诞下了一位可爱的小公主。我有了我的房间。甜蜜幸福的童话故事是许多人儿时的床边记忆，对于华丽贵气的城堡想象早已成为一株梦想幼苗，在屋主心中不断茁壮成长。其实这间房子的第一个设计师，我并不是找方哥跟 Vivian， 第一个设计师不太了解我们的需求跟想法，所以中间大概经过两个多月，我们就决定在设计家的网络看到一些 Vivian 跟方哥的作品，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两位的。其实我之前想的乡村风是觉得住起来很温馨，然后有点像国外的风情，可是我并没有那么的明确。那后来我们看到汪哥跟 Vivian 的作品之后，跟我们想象当中乡村风可以更切中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找了他们。王思文设计师擅长布置色彩搭配，汪中定设计师精于行塑空间风格，一个是乡村风天后，一位则是手绘天王，在他们的联手下，总是能够打造出最温暖、最让人流连忘返的乡村风空间，在家中带入符合居住者的气息，打造有暖度质感的家。这一次乡村风天王天后会如何栽种这颗童话果实，为这一家三口营造缤纷童话王国呢？在大门打开的同时映入眼帘最重要的惊喜，就是给屋主一个彩色缤纷的一个花砖，踩在这个地砖上的时候，就预告了这个童话故事屋故事的开始。因为原来建商给的门片可能跟我们本来设定的风格不太搭配，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木工的设计手法来将这个门片做造型上的包覆，符合整个空间的一个风格的调性。因为这个拼花砖的关系，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玄关区域的区隔，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规划了一个很大的制鞋柜，旁边还有一个小小比较可爱的酸鞋的坐垫。餐厅这个空间，我在这边开了一个双开窗，这个双开窗它本身会让空间有延伸的效果。另外就是我们在旅行欧洲的时候，你会经常发现一些小酒馆或者咖啡厅都会有这种双开窗的设置，它让整个空间的那种童话风格会更为彰显。它的天花板，我们做了木梁式的天花板的设计，它的好处就是会让整个风格更为统一，还有就是说它会让整个空间的照明隐藏在这个木梁里面，不会让整个空间很压迫。另外是餐厅区的收纳，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很可爱有拱形造型的一个餐柜，这个餐柜呢其实可以收纳餐厅上会使用的一些器具以及一些收纳的物品。那中间的部分我们故意做成镂空的方式，比如说它可以在这边使用它的咖啡机或是烤面包机等等的小家电作为餐厅的使用。造型的部分因为它是拱形的设计，所以我们也依照童话的风格，在拱的地方我们也加了文化石的贴法，这样贴文化石的手法呢，让童话世界的氛围更为的浓郁了。因为过去在旧的房子里面，我们很少在一起用餐，所以大部分都是自己吃自己的饭，然后完了之后家人很少在一起。那我很向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家人的这个向心力感情都可以更融洽更凝聚。公共区块的部分我们选了女主人很喜欢的鲜艳活泼的黄色，用柠檬黄来做整个公共区域的铺陈。而在厨房与餐厅间则设置了苹果绿的百叶窗，衬托出鲜明可爱的氛围。打开窗映入眼帘的是缤纷的花砖，也让人有置身精灵王国的感觉。第一眼看进去，哇，好明亮，然后很鲜艳。其实黄色主色调这个颜色是我太太指定要的。一刚开始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稍微保守一点，但是后来几次进来看习惯了，我觉得我的心情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就很棒。
推开这扇绿色的小窗，通透的视野仿佛森林小精灵般自由穿梭在餐厅与厨房场域，也增进了家人间的互动与趣味。因为这个地方它不是很大，然后女主人有每天下厨的习惯，所以在机能性的功能上我们非常的要求，让整个空间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机能效果。颜色上还有瓷砖上，我用了很多彩色缤纷的马赛克砖，让整个空间非常的色彩缤纷。当女主人在厨房做菜的时候啊，可以看着孩子在外面游戏，跟先生在外面备餐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开这个窗的主要的意义。其实我很希望有一个厨房，对，其实对，就是我喜欢那个厨房是很明亮的，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在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厨房是可以看到外面的。王哥帮我们设计这个开窗部分，我们就很喜欢，好像不会在煮菜的时候，然后就是跟外面隔绝。对，所以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其实装修房子对我来讲，我想到我就害怕，因为很多很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王哥跟 Vivian 最棒的地方就是，该想的都帮我们想到，然后我没有想到，他也帮我们想到，而且很多事情都帮我们联络好，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逐一的列出 schedule 告诉我，所以我们只要配合，什么时候木工要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就是照表操课。这样子的话，很多的细节就是说中间都可以讨论，所以我太太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他们很注重我们的需要，对，然后他们很多的部分都亲力亲为，然后连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他们也都帮我们注意到了。客厅这个区块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古典的一个欧式的壁炉造型，这样子做出来的壁炉尺寸比例呢，是完完全跟国外的真正的壁炉的尺寸是完全吻合。我喜欢就是家里面有壁炉，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跟汪哥要求说，我们想要在客厅有壁炉，对，然后也喜欢那种在美式乡村风当中，家人一起围在壁炉前面说笑聊天的那种感觉。在壁炉左右两边呢，你会发现有两个可爱的书柜造型。那这个空间除了展示它的书籍之外，另外就是我做了一些隐藏的收纳，比如说这个门片，它都可以放一些遥控器，还有一些电器设备，在这个空间。它可以展示，但是不凌乱。电视墙的特别设计啊，也在它侧边特别设计了比较圆弧的造型，配合它比较可爱圆润的空间。另外一个是在电视墙上方的设计呢，也是汪哥亲自做的手抹墙的设计，符合比较朴质手做的感觉。在客厅背墙上，我们选择的是森林系的壁纸，上面有着朵朵花卉作为点缀。伴随着两只美丽的孔雀，让居住在这空间的人仿佛来到奇幻的精灵王国，每天的生活都能充满无限的想象。我们看到这个壁纸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因为我们发现到它很像童话精灵的王国，对，然后好像是两个孔雀在对看，好像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就是互相依靠的那个感觉。这两只孔雀很代表我们的家庭之外，我觉得也让我们家颜色更饱和，然后更可以凸显我们的沙发背墙。这个整个客厅的空间呢，这边有一个大面的落地窗，光线是从这个地方照到室内空间。我们用这大量的百叶窗，在傍晚的时候呢，夕阳从这个地方照射进来的时候，光线投影的感觉非常的浪漫，然后很阳光的感觉。王中定与王思文以细腻的着设计填满每一处角落，让屋主一家能够自在徜徉于梦幻城堡中。因为了解屋主波妻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因此汪哥与 Vivian 把原先较大的主卧空间改造成女儿房，以甜美的粉色墙面衬托出小公主的稚嫩可爱气息，并贴心定制子母床，让妈妈可以陪着女儿，给女儿最贴心的呵护。床底下也规划了收纳空间，打造出甜美又充满机能的完美公主房。属于夫妻俩专属领域的主卧房，灰蓝色的壁面回应出男屋主的沉稳，搭配欧式图腾的床架，彰显出女屋主的高贵气质，营造出主卧房的法式浪漫情怀。我想跟汪哥跟 Vivian 说的是，我觉得他们对很多细节的专业跟执着，其实我很感动，就是一直以来配合了大概有八九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他们不仅是专业，对他们最信任的就是他们沟通都很到位，所以我一直觉得设计师的角色除了专业以外，以顾客的需求来做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 Vivian 光哥他们都做得很好。我觉得未来我应该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虽然我不是很外向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家的氛围就让我可能一下班就很想要赶快回家，对，然后外面的一些饭局什么赶快结束，然后我就想到回到这个家里面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家里面的氛围是温暖温馨的。对，就是我有想象过，就是我在厨房里面煮菜，然后我的女儿可以在外面的餐桌上可以用面团啦、啊、或者是帮忙做饼干啦、啊、对，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情景。所以说我觉得以后可能这样子的状况会很多，然后甚至是我可能在里面煮菜，然后孩子就帮我进来把菜端出来。对，我就觉得我还蛮喜欢蛮向往这样子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我每天可以看到这么多鲜艳的颜色，每天心情都会很好。很谢谢汪哥跟 Vivian， 因为我们觉得他把我们想象当中的蓝图可以把它实践成一个现实当中的家，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担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先主动跟我们交代每一个细节，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不太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新房子的部分，他们帮我们分担了很多在新家上面的一些工程。对，所以我觉得很谢谢他们。当初见到他们一家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家庭，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充满了爱，因此在执行他们家设计的时候，我们就用爱为出发点，希望从此以后国王、皇后跟小公主都能永远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经常在做一些乡村风的居家的设计，你会发现每一次的乡村风设计呢，都充满各种不同的趣味还有风格我只是想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乡村风其实是无国界的，旅行世界各地，你会把那些世界各地看到了一些很有趣味很有人文气息的一些空间，我们把这些空间运用到自己的居家里面。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出门就好像在家里度假。王中定与王思文的设计魔法巧妙描绘出精致童话场域，宛如将记忆中的床边故事幻化为生动的灵魂居所，为一家三口搬开梦想序章，从此拥有童话故事般幸福快乐的生活。想看更多汪中定与王思文设计师的精彩设计，请上网搜寻设计家。